佢系一个超级好老公，唔想见到佢唔开心，呢个系真心。佢唔开心，我就会即系有事实就去到神父唔肯。佢系巨轮二嘅高天就，又话对我有几好，我冚唪唥都假噶。佢系我哋2018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特别表演嘉宾吴岱融。大家好啊，我系吴岱融。今次好高兴新时代电视邀请我出席2018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。除了演戏呢，其实我有个唱歌梦的。我呢从未在多伦多唱过歌，我真的很期待。到时12月14日记得留意啊，2018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。